快醒醒，看到家了。乖孩子，乖孩子，乖孩子，这穷山沟里啊，到处都是石头，缺水少肥，往后啊，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多浇水多加肥，让你们啊能快快的长啊。爷爷，死的葫芦，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？这怎么回事？好啊，
原来是这个家伙在跟我们捣乱。哈，夫人，这葫芦枝叶幼嫩，果实不坚，臣现在前去斩除，为时不晚。嗯，你可不能小看了这神葫芦，我们吃了它多少苦头。如今穿山甲和老头把葫芦籽儿弄了出去，一旦瓜熟蒂落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哎，夫人，三日之内我必挖起根断起藤，摘去嫩葫芦送与夫人斟酒。孩子们，出了什么事啊？有妖怪，有妖怪！哦、爷爷，您不要怕，这三天之内妖怪还要来捣乱的。哦，您老人家只要待在屋里，千万不要出来。我们兄弟没有办法对付他的。